是香玫瑰，是香玫瑰，不是讲我那离开都无代志啊，不是讲我那离开都无代志啊。 我真正像话所讲的，只要是我身躯边，拢会想到干的，像是我的事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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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是看你有这个天分，自细汉甲你带着我身躯边，我真心甲我所有一切，拢全是好你，我嘛是欢喜，你是我的传人啊，结果呢？我万万想不到，你竟然做出等人辱骂这款妖兽代志！爸，因为我真正是气不过，那个陈忠信无心报应，把我算算的就放杀。爸。你早间好拢糟蹋了呢，刚刚你拢袂唔甘，就是更加唔甘，更加痴心，我袂当留恋你做出这个代志。你安尼得天改命，一定得先报应，这是你根本了想袂到的，你知无？我的心里嘛感觉足不安的啊，嘛愈想愈急啊，我才来甲爸坦白讲出来，看要安怎弥补才好啊。弥补。你继续两辈，甲杜鹃仔同款，真长以后，佮家己生倒转去。你哦，免孝顺，免弥补，起码只有等你受报应。个人作业，个人担。这件代志是我做的，我家己来承担。哥，安尼总会赢一吧？你真正是不孝教呢。正是我教你的，你单一个乱来，全部拢包袂起身啊！你应该怎样？风水之术是爱行善助人，绝对袂当害人做好。你即摆做这也种，唔然害别人的祖先，我着安宁，是不是可以好伊结婚呢？所以我讲啊。这一台有个，我家己来担。我为着讲到这，你还袂觉悟？这嘛不是你家己要付出代价，这是简单的代志。你对别人有几分的纠缠，这后果就是爱你，跟你身躯边的人身受加倍好运啊！龙公，神灵炮哥又失出。卡无打叉，啥人无？一定有袂去牵拖到你的办法。我哪有你这死阿个随便怎么个啊？你牵人呢？刚刚我一个。你是讲，有哪连你，阿哥有妈，阿哥有兄弟？就是你这么后悔。我已经上班了。